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里面看刚上映的《自杀突击队》呢？有没有对里面的大坏蛋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呢？现在你有这个机会，能够扮演里面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哦！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下载《自杀突击队》特别行动，坏蛋们出发啦！《自杀突击队》正火热上映中，游戏开发商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波大好的热潮啦。华纳兄弟娱乐抢第一手推出了《自杀突击队》特别行动，让玩家们免费下载啦。本作是一个比较精简版本的《自杀突击队》，玩家能扮演的只有死射、小丑女和焰魔三人，以第一人称射击的方式撑过一波又一波的敌人袭击，每撑过一波都能更换不同角色。死射能操作步枪在远距离取人性命，焰魔则是在中距离发射火焰牵制住敌人的进攻，小丑女最猛，拿着一根棒球棍直接杀到敌人身边挥棒。因此操作不同队员时都要采取合适的防守策略，才能和电脑的队员合作无间啊！真希望能够更新版本，让玩家操作更多电影中的自杀突击队角色。别忘了锁定电玩宅速配频道，未来有任何新消息，我们会第一手为你送上哦。